收看今天的宝贝小厨神，我是萱萱。我女儿呢很喜欢吃草莓哦，所以呢我常常在想说，草莓也只有冬天才买得到。不过我们今天很特别的是，请到一位厨师，他来教大家用草莓来做料理。我们今天请到的这个帅哥主厨呢是潘伟翔。伟翔你好。 Hello 大家好，我是 Fly 潘伟翔。料理梦想家潘伟翔，喜好设计、音乐、料理，与生俱来的艺术家气息造就对于时尚料理创作的独特眼光，曾获得第13届中国美食烹饪大赛展示金牌。另外呢，我们请到两位小帮手，一位是9岁的佩颖，大家好。还一位也是9岁的晨晨，大家好。好，今天呢你们两个来当小帮手，你们喜欢吃草莓吗？喜欢。还好。还好啊。哦，可是你有没有吃过用草莓做的料理？有，真的吗？吃过什么料理？对，吃过什么样的草莓料理？草莓蛋糕，草莓蛋糕，草莓酱，草莓酱，哇，都是很常见到的。对，那今天我们伟翔要带大家做的草莓料理是什么？今天要做一个法式美好薄饼。法式美好薄饼。法式美好薄饼就是用草莓，然后来做成一个酱汁，然后配上我们的法式薄饼。法式美好薄饼需要的食材有。鸡蛋、盐巴、砂糖、牛奶、奶油、低筋面粉、蓝莓、草莓、薄荷叶、肉桂、白酒。我们呢用的是这个低筋面粉。这低筋面粉呢，我们准备130克。好，130克。来，我来装一下。130克可以做出多大一片薄饼？基本上呢，这大概可以做到10片薄饼左右。好，八寸的薄饼大概可以做到10片。好，这样差不多了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还要来加我们的牛奶。好，牛奶呢，我们刚刚是130克的粉，牛奶我们是250克，然后2颗蛋。OK， 这是我们的材料。好，那我们需要加一点点的。奶油，好。可是这时候呢，要教大家说，其实你一般在做饼的时候，你可以奶油直接丢进来。不过我们今天要教大家一个小技巧，就是奶油啊，你可以让它先融化。你让它先融化之后呢，它会加热。对。那加热其实奶油很容易烧焦，对不对？我们用低温的下去这样子煮它的时候呢，这个奶油它会产生那种咖啡色的颜色。这时候呢，油会有点焦香。这时候就是所谓的榛果奶油。就你这时候闻啊，它是没有榛果味的。你说，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把它变成榛果奶油。对，我们稍微把它加热一下，让它有点焦味出来之后呢，它的味道会比较香。所以我们这边呢，就先把奶油丢下来加热。好。好，那同时另外一边我们就可以来把我们的材料做混合的动作。这边加热呢，我们就不用理会它。但是你也不用去搅拌吗？对，不用，你让它自然融化就好，让它自然融化，让它产生点焦香就好。好，接着我们要把。来问一下，这时候要蛋先加还是牛奶先加？有差别吗？有差别。为什么？因为乱猜。要先加牛奶，因为这时候如果先加蛋呢，蛋比较黏，你下去面粉就很容易黏在一起。所以你可以先用牛奶先把它调稀，调稀以后呢，待会加蛋的时候它就不会这么的黏。所以其实先加牛奶再加蛋的目的，只是因为能够比较容易让面粉给搅拌均匀，对不对？对，制作的过程当中比较均匀。好，我们加2汤匙的糖。好，先加2汤匙的糖，然后有甜，一点点的咸。这样子呢会感觉甜比较香。好，我们加一点点的盐巴，一点点盐巴就好了。好，来晨晨先帮我把它拌一拌。对。好，那晨晨在拌的同时呢？我们就来加牛奶。好，我们要把它稍微拌一拌。所以等于说130克的面粉要兑的是250公克的牛奶。对，我们把它拌一拌。好，你看它这样子拌一拌，其实它就比较松散了。以后我们再来加蛋。好，你们都会打蛋对不对？那蛋给你们打。好，丢2颗蛋进去，我帮你们拌。用刚才的打法对不对？对，直接把蛋打进去就好了。厉害！打蛋进去就是要把它们均匀搅拌吗？对，均匀。然后到面粉完全都已经看不到，对不对？没错。好，你两个很重视干净，还去擦一下手，这样等一下再回来哈，非常的专业。好，
这时候呢，差不多了，我们可以用打蛋器来。这个是你们两个的专业，对不对？我们先把它拌一拌。哎，我们的奶油已经有一点咖啡色了。对，奶油可以看到它这样有点咖啡色，但它没有焦。这个时候呢，它味道是好的哦。那我们火还不要关啊？火要关掉了，我现在要关掉了。我们要把它稍微这样有点咖啡色就好了，火关掉。那我好。这时候呢，我们把奶油这样加进来，好，你们要小心一点，因为锅子会烫。奶油加到这一锅啊？对，奶油加到这一锅，它这样子啊，有颜色，咖啡色，你看这咖啡色的奶油，这样才是香的。但是你不能让它焦掉，焦掉就会变成，它不但不香，而且会有害身体健康。真的有香味耶。对，这时候我们就把它放进去。好像焦糖的味道。没错，哎，对，马上就会了，哎，它其实是实际上就是焦化奶油。好，我们把它充分打散，来，你们两个帮我把它充分打散。有没有它颜色不一样，然后是不是那个面粉的香气啊就提升？因为一般面粉都是这样很单纯的味道，可是你加了这个焦化奶油，它面粉整个就变香了。好，然后我们让它看一下，让大家看一下，它其实就是要像这样子，有没有？不是很浓稠，稀稀的。好，可是要跟大家分享是说，如果你想要吃出比较厚实的薄饼，你就让它浓一点，因为它面粉的量是比较多，所以它吃起来呢就会比较硬。那我们要吃薄的话呢，那就让它稀一点，待会煎起来比较薄。好，那我们还要再做个动作，就是我们要将它过筛。过筛的目的是什么？目的其实是让一些杂质，就是像比如说你面粉没有打散的啊，或者是说一些蛋清啊，都能够让它留在筛网上面。那我们只留下最漂亮的一个面糊的部分。所以这个面糊做出来的皮应该饼应该叫做薄饼，对，比较细致，会比较细致，没错。待会可以很明显看到，其实有过筛跟没过筛会有差。看到了，有没有？其实我们好像搅得很均匀，可是事实上它可能还有一些杂质会留在里面。好，那我们把它过掉。过筛。好，这样子就完成我们的薄饼面糊。那我们先留着。好，现在我们就要来做酱汁的部分啦。酱汁。那待会会教大家一个最快速做一个快速的草莓酱的方法，只需要一点时间。那这里呢，只需要有草莓，然后需要有糖。就能够做了。来看一下草莓有没有，它都已经出水了。它其实这样就是一个最简单的草莓酱的方式，它是非常好吃的。这个部分呢，我们今天准备的是草莓跟蓝莓。那首先呢，我要请两位小帮手呢，先来帮我切一下这个草莓丁。好。要把它的头丢到哪？来，这个草莓呢，记得稍微冲一下水以后啊，我们要尽量把它擦干，因为其实草莓如果泡水泡太久，它很容易就会烂掉，很容易溃烂。那我们等一下就把这个绿色的头切掉。我都是用直接拔掉哎。哦，因为拔掉啊，有些时候是。拔掉有时候它这边我们一按它可能就会很容易被我们按烂了，那拔掉当然也没问题，那只是说这如果讲复杂一点，有些时候会觉得说上面这边可能有一些残留会比较多，所以呢尽量还是用切的。好，我们把它切成小丁，来，大家来吧，我们把它一开四以后再把它对半就好了。来，我们把它这样子切成一开四，一开四之后呢，我们再把它对半。那不要切太小，还是让它有点口感。好，直接就把它放到碗里面来。那待会会教大家一个最快速做一个快速的草莓酱的方法。哦，对，只需要一点时间。那这里呢，只需要有草莓，然后需要有糖，就能够做了。大家一般常做菜的妈妈们都会知道说，用盐巴可以帮助脱水，对不对？那事实上，糖也可以帮忙脱水哦。糖也可以，对，糖也可以帮忙脱水，所以待会我们只需要把草莓丁跟糖混在一块呢，它就能够做出一个最简易的果酱。可是你刚刚说草莓跟糖的话，那你的比例呢？譬如说十克草莓，你会用多少糖？大概100克的草莓呢，我们会大概用上10克的糖，大概1/10左右。可是这时候就是要看你买的草莓甜不甜，跟你个人喜不喜欢吃甜。但是我们最主要加糖的目的，并不是为了要让它甜。是希望能够让它脱水，对，好，草莓就这样，好，那我们还要加一个东西，就是这个，就是新鲜的薄荷叶。加薄荷叶的目的是什么？增加它的清香。就是其实草莓酸酸甜甜的，那我们加一点薄荷叶啊，它可以让它
整个吃起来啊比较清爽，就是比较不会这么甜腻。嗯，好，然后帮我把它切一切，切成碎，你们可以吗？可以的。哎，对对对，就这样乱切一切就好。哎，小心小心，不要用整片。哦，整片也可以，但是我们等一下待会我们希望能够吃到一点点薄荷叶。那如果整片的话，有时候会太腻口，所以我们就把它切成碎碎的。来，我来切好了。我看到了，我看到这个切的有点凌乱，太过于艺术了，所以我们先把它切好一点。好，简单的把它切一切，小心你的手，我们把它切一切。好，我们就把它拌到这个草莓丁里头来。拌到这个草莓丁里头来。那其实你看这样颜色就很漂亮了。那怎么不用撕了？湿的当然也可以啊，可是因为湿的话，可能手会脏。这样子以后呢，我们就加，这边大概200克，我们加两汤匙的糖，就直接这样盖上你的草莓。OK， 我们简单的把它拌一拌，那然后让每一个草莓呢上面呢都裹到这个糖，那待会我们放置一下，它就会出水。好，好，那我们就简单把它放在边边，好，放边边，那我们来煎薄饼。所以这样就完成了吗？这个？这个 OK 了。好，但是我们待会还是会把它再跟蓝莓一起复热。待会要教大家做另外一种方式的蓝莓酱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薄饼，我们换一个锅子哈。所以晨晨，你不喜欢，你没有那么喜欢草莓，你喜欢蓝莓吗？你喜欢蓝莓。那你最喜欢水果是什么？水果吗？葡萄。葡萄，这很乖，他现在都一边帮我清理那个桌面呢，已经越来越专业了。好，我们在这个锅里面呢，因为其实刚刚我们换锅子，这个锅里面呢，我们可以涂一点点的奶油，让它有香气。好，一点点就好了，那温度不用太高。好，这时候我们就要来煎这个薄饼，有没有香？对吧？好，那薄饼呢，我们就这样子一汤匙。我们就下来，直接下来哈，对吧？我们就这样化开。那你看，因为我经过过筛啊，这个薄饼的表面啊，看起来是非常非常的，就是光滑的。对，它是比较漂亮的。那些渣渣，事实上就是刚刚我们奶油里头的一些些它的蛋白质，也是它的香气来源。那我们这时候呢，不需要用大火，我们大概用中火就可以，中小火慢慢烘制。所以我们每一片薄饼都是这样完成的吗？对，每一片薄饼要重复八次。对。哦，那有没有快速方式呢？哎，没有，就只有这个方式。所以呢，为什么外面那个千层蛋糕这么贵？对，有没有？千层蛋糕这么贵。太细。对，它是工是比较细的。所以其实你说的千层就是用这样做出来的、啊。对，对，就是这样做出来的。我们先把这个放旁边。然后，如果你要千层，就要一层一层一层。对啊。那其实像我们现在用的是不粘锅，它基本上是比较不会粘。那如果你是用白铁锅，你就要先上一层油，把它烧热。好，那通常第一片会比较不漂亮。你的意思说，如果说没有上油的话，很容易取出它会弄破。对，没错。那你薄的薄好不好取出？事实上，你可以利用，你戴个手套。对。戴个手套，或者是你可以用筷子。然后你用手去弄吗？对，其实你这样子拿起来，有没有？你这样不会破吗？不会，不会。因为呢，它有筋性，有没有？它有筋性，所以它是不会破，但小心烫。所以它能够不破的最大理由，是因为跟这个不粘锅有关吗？其实跟它本身的结构就有关，因为它里头就是蛋，然后有蛋筋，有面粉，对，所以它基本上它不大会破，你只要小小力的，所以小朋友其实也能煎。但是你倒下去之后呢，简单把它晃一晃。可是你刚刚说需要加的话，是因为你用的是不粘锅，才需要先加一点油。油其实只是增香而已。其实增香，它基本上它不大会粘。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锅边啊，这个锅边它开始都已经这样固化了，它基本上它就可以拿起来。你看它是非常轻松，所以很快。对，是非常快的。好，那我们边煎薄饼，另外一个我们来做一个蓝莓酱汁，好不好？好，现在让锅子有点热，我们就直接把蓝莓丢下来。好，直接把蓝莓丢下来。都丢下，锅子有点热热的，没关系。那所以说我，你刚刚讲到千层蛋糕就是用这个做，那跟可丽饼的饼皮呢，也是这样做的吗？其实呢，它就是可丽饼，这个薄饼的法文呢叫 crepe， 那 crepe 直接翻译呢，它其实就很像可丽饼。那其实它就是可丽饼的一种。那在法国呢，最有名的其实就像是我们都有看过像火焰烧薄饼啊，火焰的那个薄饼，那个其实就是可丽饼的一种。对。那其实在家里你自己要做可丽饼很容易，
像你早上啊这样做好，你就可以包鲔鱼啊，包 cheese 啊，折起来有没有？它就是外面包的那种可丽饼。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个饼它是比较软的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煎的还是比一般外面卖的厚。可是你可以看到边边的地方它是硬的，为什么？因为它比较薄。所以呢，你煎的越薄，它就会越硬。硬哦。所以看到外面在卖的时候，它不是都有一只棒子，有没有？对。会把多余的面糊给刮掉。那是因为他们想要让这个薄饼越薄越好。哦。对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锅内啊。这蓝莓，我们看到七七七七七七七的声音，有看到蓝莓吗？它开始变成比较亮了，它开始变亮了，有看到吗？它原本是外面有点白白的，可它现在有点变黑，变亮了。这时候呢，它的糖开始跑出来了。好，有没有这样子？好，那很简单，我们现在呢下糖，好，来一样下两汤匙的糖，这里是一盒的蓝莓，我们一样下两汤匙的糖，好，那把我们的那个肉桂棒帮我丢进来，这可以给你们两个做，肉桂棒，对，丢进去，对，你真的用丢的，好，把它丢进去，你看哦，来，我看到蓝莓变色了吗？它变什么颜色？这什么颜色？紫色。好，它如果遇到酸呢，它会变成紫色。现在我们那边有一个，那叫白酒，把白酒拿过来。我们下一点点的白酒，那这个是料理用的白酒。你不要下米酒，下米酒以后就是炖煮身体、补身体的蓝莓了。来，我们把白酒下下来，还冒泡泡。好，那因为小朋友呢不要喝酒，所以这个酒一定要把它烧得够，时间要烧得够，有看到吗？很漂亮的颜色，对，紫色，对，紫白色。晨晨，你帮我在旁边。你可以拿起来吗？晃啊晃啊晃。那我们的蓝莓要就等到酒全部都收了，然后就可以关火，对吗？对，没错。那我们可以调整它的浓度，因为它现在是糖很浓，所以它是比较，就是太浓了。我们加一点点水。好，让它收一下。我们让尽量让这个蓝莓啊能够煮开，它的味道是最香的。好，小心小心哦，小心烫。所以如果你在家里啊想要做这种快速的酱汁，其实你不妨把一些些水果拿去煮，但是有几种水果它是不能煮的，香蕉，记得哦，摆盘不要太认真，随便画一画就好了，好吗？然后这时候再把我们的这个草莓，哇，好，那你如果喜欢的话，你可以加一匙什么冰淇淋啊，哦，不过小朋友都喜欢这个，就是炼乳。所以如果你在家里啊想要做这种快速的酱汁，其实你不妨把一些些水果拿去煮，但是有几种水果它是不能煮的，香蕉，香蕉可以，比如说绿色，绿色，比如说像奇异果，因为它有那个叶绿素，遇到热它很容易就会变色，就很容易会变黄。好，好 ，OK 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好重，很重是不是？其实你不用晃这么久啦，只要简单晃一下。所以呢，我们的薄饼也好了，我们的蓝莓酱也好了，这个也好了，这个我们来看一下，是吧？它很快，这个薄饼是非常非常快速，是吧？哇哦，非常的漂亮。好哇，好像松饼，太大力了哈。好，接着呢，我们有一个热的酱，这是一个冷的酱，来看一下，黏的酱，这个，丢下去，草莓有没有？它都已经出水了，它都已经出水，它其实这样子就是一个最简单的草莓酱的方式。好，所以其实你可以配一个冰淇淋啊，放个草莓，它是非常好吃的，很简单吧？我们要来摆盘哦，很快。好，接着来，你们两个。可以帮我折它 ，OK， 好不好？但是不要折得太整齐哦，要让它有点蓬蓬的哦。我们把漂亮的放在外面，你们两个做不一样的好了。来，你们两个做这个动作。好，我们把草莓包在里面。哦，用直接用包的，好不好？一点点就好了。好，好来包在里面，然后把它折起来，折像我这样。好，谢谢。哎，那伟翔有没有人直接拿新鲜水果包进去？可以，也可以。其实外面很多，折得起来吗？稍微把它再折一下，啊，破掉了，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破掉了是最刚好。这个等一下你吃，破掉了其实刚刚好漂亮，你知道吗？不用 care， 不用 care， 放上来就好了，放上来。你看它刚好掉下来，哦，你好厉害哦，好会，这是米其林的摆盘。OK， 你看这样就两个对吧？然后呢，我们把刚刚的这个
蓝莓酱，嗯，看，直接浇上去，很漂亮，很漂亮的蓝莓酱，嗯，哇，把它这样浇上来，哇，嗯，哇，这样你看等级就不一样了，对不对？嗯，把它放上来，而且记得哦，摆盘不要太认真，随便画一画就好了，好吧？然后这时候再把我们的这个草莓，嗯，丢上去，再放上来。哇，那你如果喜欢的话，你可以加一匙什么冰淇淋啊。哦，不过小朋友都喜欢这个，这是炼乳，对不对？炼乳，炼乳，我们把它拉高一点，拉高一点，它等一下画起来比较细。好，拉高一点。好吃的感觉哦。有看到吗？哦。好，最后呢，我们再放上我们的薄荷叶做装饰。最后不是吃了？最后，你只想要吃。回去要煮给妈妈吃，我们再放一点薄荷叶在旁边，这样就好了。你看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法式美好薄饼。对，对啊，好，我们法式的这个美好薄饼已经完成，法式美好薄饼，对，所以现在美味开动，来吃吃看，我帮你们做。哎，我帮你，我帮你。这时候是法式很高级，我们就要有气质，好不好？来，先给女生，好不好？你要等到最后吗？要 gentleman 啊。对，来，萱萱来，谢谢。那我们先吃喽，好。嗯，这是我的，他最后一个，哟，这盘都给你嘛，好不好？好，以前好想用，好，那我们来试试看。事实上混着一起吃，那其实这样子的果酱啊，不是只是单单用在薄饼上，比如说你可以运用在布丁或者是奶酪。那这样的薄饼呢，如果你不要加这么多糖，你也可以自己做一个简单的蛋饼皮，它也是非常方便的。所以其实就是说，观众朋友他也可以加入自己喜欢水果，不一定是草莓啊、蓝莓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你可以根据你的季节，比如说你也可以用苹果，你也可以用柳橙，然后你也可以用奇异果。那当然，外面我们最常看到就是挤一堆鲜奶油，有没有？然后放上一堆水果。其实它的薄饼就这么简单的，而且你看，只要130克的面粉，250cc 的牛奶，你就可以做出这么简单的薄饼。对，其实你刚刚的草莓酱很好吃，哎，怎么像什么早餐店的味道？有早餐店的味道，那是高级早餐店还是比较普通的早餐店？你要说还有那个下午茶店，好蛋饼味。好，所以呢，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说，我们这个帅哥主厨教大家做的这个叫法式美好薄饼，其实呢，观众朋友可以很轻松的在家里动手做。那我们今天也非常谢谢我们的帅哥主厨潘玮翔来到现场哦，那也非常谢谢两位小帮手佩颖跟晨晨。那如果说观众朋友们对于说我们这道菜非常有兴趣，欢迎到我们的宝贝小厨神的脸书粉丝专页上查询。对，家中的小朋友如果也想上节目当小帮手，欢迎来报名，我们宝贝小厨神下次见，拜拜。拜拜。